好威夫亚波哥潘盖十四日共和相片正式发图，共和相片传到庙路后来拿奖金。不过有庙友发现到，像庙方摄的示范样片的时髦，是系用花艺的爱心来拼行业实景，也就系人工的空泥。按用嘅做法进行来讨论，中央批评学费费推广行业，就应该按照行业真实、老正确嘅品质。不过，也就民众认为，透过空泥，佢就颠倒做得轻松和更合。阿妹，我要做跳男模。无论合法公安用的，用太太生的讲出来，合肥肥二十推出的十新日公合样片正式发通，也请民众打公合的样片，连轮同日上传到经营社交平台，就有机会得到奖金。发通的总奖金还有来到50万元。不过，就有目睹过里的民众发现，发通开始以前，请民众打个示范样片，下部的节目是用人工孔耳的发音爱音来拼合发音。样片一上架，大家就经讨论，有的人认为合肥肥是太浅，三无法通本参加的人获得正确的合法用词，跟长期推动行业文史跟拼音的政策理念对反呢。客家话会带头来写按用个火星文华语谐音字，其实诶对民众来讲，无论你系原本就会客家话给你，还是唔会客家话给你，其实因为老多也就会客家话嘅事。苗如芳大家警觉，下边飞马过节嘅田面书方法文非是你，各位听论客家影片等修正过后再个上传。韩国影神南白潘的亚瑞发图，马为个全神地位，来促进客家嘅流通跟发展。各地文化部的名友对孔乙有正反两个意见，有两人认为孔乙可是我本意每国强的共合，也有人认为能和合法乙做得过简单合。我用专业跟传承的角度来看，国强又无嘛真实。从细注意开始学客家话嘅时阵，阿妹有一丝丝地用注音，嗰一人民自家嘅自由，人民当然做得按样做。唔过也系中央嘅铺费、中央嘅经费、国家嘅预算，用国家嘅事情来做。其实一件一按简单嘅翻译嘅写字，阿都唔需要客家 VFV 特别做啊。在行销宣传的时候，用一些比较活泼的方式，包括用空耳的方式啊。那只要能够让更多人去注意到这个活动啊，但是也要避免。啊，很多人会误以为说，那如果你行销宣传都可以用空耳，那我们以后拍影片上传是不是可以空耳？啊，这个部分我相信，只要把它讲清楚，就比较不会有争议的。或者因为单纯用推广文化的面向来看，用空耳可是神奇，后生的族群接触土哥哥，韩国人们的标准高大时节，马哥接触到泰族，韩国空泰传播效果。不过无听错，公部门推动政策颁发通过后，内容规范爱国主席地位，那么有争议。客家新闻林伯权陈玉贤台北报道。